你知道吗？这两个人，我知道骗嘞，没有哎，到时候你就不清楚哎，在上车的时候喜欢你并不清楚，你知道，你不能全怪在我身上。我爸爸他是个蓝心狗肺的东西，是，以前我们不照顾我妈，我妈为了要让我洗澡。帮我脱光衣服，两只脚我了解，放在大水沟里面，这样摇一摇。还有喂饭的时候，饭是掉地上硬的，还是你塞给我吃？我发烧的时候，我妈还把我放在冰箱里面保关起来，为了帮我降温。啊？什么？天哪！那个时候我是两个月大的婴儿哎，不过我死了，那时候那你就是杀人凶手。儿子痛心，绝不原谅。结束这个痛苦好不好？哇，我们结束这个痛苦。林连六，不要碰我，这魔鬼！不要，我们建立起来的生活，你为什么让破坏了？你为什么？给我们大家，你给我机会，等给你自己机会啊！不要，不要给你机会，你要任何机会的，这辈子没有，下辈子没有，我毕竟是你爸爸，我毕竟是你爸爸。不是，我从来就没有爸爸，我没有你的爸爸。你毕竟还是我儿子，不要打我，爸，可以不要我这个爸爸，他是我老公。分手擂台，谁都跑不了。有人说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而浩浩的恒河之水也是由无数的小水滴所汇聚而成的。人们遇到分手的原因，其一是因为遇到了问题而无法去面对问题，甚至无法解决问题；其二是因为人们有一颗迟钝的心。在我们节目当中里面，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能够聆听，如何能够察觉，又如何懂得觉醒。欢迎收看我们的分手擂台。马上介绍我们今天三位陪审团。第一位介绍是我们的黄子荣小姐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子荣。好，第二位介绍是我们的小饼。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小饼。第三位是我们小翔哥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翔。好，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第一位委托人，一起欢迎曾汉礼先生。汉礼，你好。你好。来，请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曾汉礼，是今年28岁，精神科医生。精神科医生，对，从事多久了？现在目前还是实习生。是，好，今天要来控诉的是我爸爸。爸爸？爸爸，对。为什么要控诉自己的爸爸呢？因为他当年遗弃我妈，然后害我妈发疯，然后遗弃了我们，然后现在他忽然出现了，看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改善，是他现在来想要来依靠我，但是我现在。我不想让他再出现在我妈的面前，因为我妈的病情就恶化了，所以我希望说永远都能够永远都不要看到她。当时妈妈会发疯，就是因为爸爸的因素，都是因为爸爸的因素。而且你很小就被爸爸遗弃了。我很小就被爸爸遗弃了，因为我爸爸几岁的时候？我两个月大的时候。两个月大的时候，哇，根本不懂事的时候。但是因为自从我爸爸出现之后，他又恶化了。所以最近这段时间，妈妈的病情又恶化了，就对了。对，又恶化了。好，所以我希望说能够不要看到她。哦，希望你不要看，也不要再伤害妈妈就对了。对，不要再伤害我妈了。所以你也不愿意再照顾你爸爸？不要。所以今天好好来跟爸爸理解一下。哦，好。好，爸爸叫做曾志伟。曾志伟，曾志伟，一起欢迎曾志伟。好，曾志伟，汉礼，我没有遗弃你们，你这样讲不公平的。你没有遗弃我们，你为什么没有遗弃我们？你知道我活了20几年，我多痛苦啊！你知道吗？这两年我是诈骗嘞，很妙哎，知道吗？你并不清楚，我痛苦哎，在当时的两年情况你并不清楚，你知道？你不能全怪在我身上，不怪了，你告诉谁啊？我今天可以把它解释得很清楚，我今天来这边就是要把它解释得很清楚。你是曾伟的老公，你要负责，我希望你能够谅解，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要给我个机会辩解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给我个机会辩解，你不要激动，好，你不要激动，对，你不要激动。事情总要辩解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事情总你小，你不懂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曾志伟先生目前。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的出现，让你的老婆病情又发作，你知道吗？我了解。你了解哈？好，所以今天儿子来告你，好不好？来告诉我们一开始是如何来。当我懂事的时候，我邻居告诉我，我爸爸他是蓝心狗肺的东西。是。那时候我才两个月大，他竟然遗弃我们，不照顾我妈。你发觉你就是因为当时你邻居跟你讲的，所以你就说爸爸已经小时候就觉得爸爸不是爸爸就对了。对，如果你不是你，我妈会发疯吗？要不是你，他被我外婆关在屋里一个多礼拜，不吃不喝3天3夜，你知道吗？我妈为了你不吃不喝3天3夜呢，对你做了所做的牺牲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我尽了全力照顾你的家庭。你尽全力，我是因为忍受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这20几年都是我在养妈妈的，那两年的过程，我要照顾妈妈的，你不清楚。
虽然我只有两年的时间，可那两年我濒临崩溃，我自己都养不活了。两年哦，两年你跟我讲，你妈妈疯的情形你一点都不清楚。你跟我说了嘛，两年你一点都不清，那两年的情形你一点都不清楚，你不要全怪我身上。不怪你，那怪谁？好，今天还有你外婆，这些一开始的都是你外婆外公开的断。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，你不要。我是有错，我是有错。你是不是男人？你是不是男人？我是有错。那你就把责任扛起来啊！我并没有做错。那两年我尽了全力了。我阿妈觉得说家里有一个疯子，觉得很丢脸，是，然后把他留在老家，结果呢，他最好他把谁留在老家？把我妈留在老家。把妈妈留在老家是。结果呢，邻居嘲笑的时候，我爸留在老家是你阿妈留的，不是我留的。对对，那时候我离开以后是阿妈留的。你有出来，你有站出来说你愿意娶这个疯子，愿意照顾他一辈子。我娶他了，我为什么娶他？因为我爱他。我假如不爱他，我干嘛要娶他？你爱他，你爱他就两年。我吃饱了没事做，我干嘛娶他？就两年啊，你就爱他就两年吗？我尽力了。你要包容他，你爱他的话。我当然包容他，我不会娶他的。你是说你妈妈已经发疯了，你爸爸才娶他就对了。对，你是这样子吗？他是发了疯之后我娶他的。假好心，两年的遗弃。我绝对不是假好心。不是假好心。这边这么多人呢，可以了解我的心境。好，我尽全力的。好，是这样，他疯了。你要知道是他疯了，我娶他。结婚不到两年。把屎把尿的。结婚不到两年，你能知道跟一个疯人在一起相处是什么状况？你能体会得到吗？我妈对你的痴情只有两年吗？就是因为他，为你这不是用年来计算的。三天就是因为他的痴情，不吃不喝三天三夜，他在门口。随便在人家门口大小便，裸体在马路上跑，躲在树丛里出来跑出来吓人，还不是因为他妈会变成这样吗？我不是三头六臂，我也不是神。他被邻居嘲笑，我只是一个凡人。你知道你妈疯的情况有多严重吗？因为你毕竟年轻，你没有经历我这个过程，那种痛苦啊，真的是锥心之痛。他被小孩子丢石头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通通很清楚，我是当事人，你是听说的。哎，不要管，你是听说的，你应该负起责任，好好的照顾他。那两年我尽全力了。你这样叫尽全力哦？我精神崩，濒临崩溃，我甚至日子都没办法活。我的工作因为你妈这样子的影响，我连工作都没办法做了。也是邻居打电话给我，他在哪边出了状况，我要处理善后。哎。把屎把尿的，你了解吗？我要赚钱养家，我连工作都丢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难道我要带着你们去沿街乞讨啊？你连我妈都照顾不好了，你干嘛还生下我？妈，你干嘛还生下我？让我生长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里？那个不是我们能够算到的，我不是神，我没有办法算到那么远。这两年当中，是妈疯了，疯得很离谱，她连我是谁，她都已经不认识了。我不只是生活上的经济没有，我那个精神的压力，我真的我快崩溃，我快疯了，我每天还要活在地狱里面。我离开你们真的不得已，你了解吗？你是她老公，这本来就是你的责任。他不是断断续续，他几乎天天如此，随时随刻会出状况，而且讲也讲不听，他连我是谁也不清楚，每天就疯疯癫，我几乎要把他关起来，也关也关不住。你连我妈都照顾不好了，让我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里，你还敢？推卸责任啊，找任何理由啊！你假如是你的话，你愿意娶个疯子吗？那你怎么可以？连我都养不起，你为什么可以奢望一个精神异常的人带大小孩呢？我那时候想不了那么多了，我承认我已经崩溃了。所以那时候你听到那时候，拜托，那时候我才两个月大，两个月大，我能够娶疯子啊，就已经很伟大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就这样认为，我能够娶个疯子，我已经很伟大。你伟大个屁！你看世间能够娶疯子有几个？你算一算好了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我怎么过的？我娶你妈，你妈当时已经疯了，你办得到吗？你不要讲得很容易，我娶的是疯女人哎，你搞清楚啊！拜托，你跟她生活两年而已，我跟她这个疯女人活了二十几年哎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因为她是你妈，她跟我比啊，她是你妈，你知道吗？到现在我能活下来，是因为老天爷可怜我，我才能活下来。你还想叫我收留你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我以前小的时候。我妈为了要让我洗澡，把我脱光衣服，两只脚倒掉，放在大水沟里面，这样摇一摇，还差一点，有一次差点流掉嘞。幸好邻居看到我，还有喂饭的时候，饭是掉地上硬的，还可以塞给我吃。这些我都了解。你了解？你娶了你妈还要当乞丐吗？你了解什么？你了解什么？你难道要我娶了你妈，然后当了乞丐？好，我拿大便给你吃啊，你敢吗？我那时候才吃婴儿哎，他就拿大便给我吃哎。我那时候还没有自我意识哎，因为他是疯子，这
这些。对啊，你忍心？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想象得到。我妈这样生活，我没有要放你们，我根本不知道你的死活。当时我发烧的时候，我妈还把我放在冰箱里面保关起来，为了帮我降温。天哪！那个时候我是两个月大的婴儿哎。我能活下来，就是老天爷给你最大的惩罚。不会怪妈妈，我是不会怪他，这完全怪爸爸当时遗弃的问题。都是我爸，是因为我如果我死了，那时候那你就是杀了凶手。我懂事之后，是我会觉得很难过，因为看到小朋友他们可以跟自己的父母出去，是一起去上学，那我呢，我必须要把我妈妈关在家里，我还午休的时候偷偷的跑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拿东西给他吃，哎，你耶，你有做到吗？你有做到啊？我拿东西给他吃，我真的不是要有心要离开你们的，我也得到我该得的报应了。我这几天好像跟被诅咒一样。你又知道多少？我日子也很难过啊。邻居有请客，我就带妈妈去吃霸王餐。是，然后我们要两个要去做的时候，人家跑马上跑掉了，跑了远远的，就说啊，小杂货小杂货来啊，给你照给你照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洗澡的时候，我必须还偷邻居的水。去偷人家用过的，我拿来洗澡。冷了，我必须要去捡树枝来生火来取暖。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火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二十九我是怎么火的吗？我当时没有，当时的情况我承认，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人间了。我说真的，你以为我们在人间？我后来发现，我们活得比乞丐还不如，你知道吗？比乞丐不如。这些我通通不知道。这些哪里？这些我是不在场，我通通不知道。对，做人我一切都不知道。做老公的责任在哪里？可是后来我发现你们活得好，我很开心哎，我每天也在祈祷，我这真是奇迹。你今天能活下来，真是奇迹，你知道吧？对我来讲是奇迹，你知道吗？像那样，只是人家的剩饭。地上地上的烧缩水，你知道吗？活这么大了，我真的想都没有想到。你没有想到，那你觉得我那么健康？这是现在才出现的，这是一个奇迹，你懂吗？我知道你们很委屈，可是我一直挂念你们，甚至我一直祈祷能够你们能够好好的，这真是奇迹。可是有人像我，今天也可以算是我的奇迹。疯子的小孩用石头丢我，你看这个伤口，你知道吗？这有伤口哎，我缝了两三针呢，你看。哦，拿什么丢你？石头，石头都被小孩子欺负，说我是小杂货的拎啊。是，对吗？是因为你，我知道你们很委屈。我对你只有个人。我今天回来的目的，我今天回来的目的是要弥补。我不要，我不需要你弥补。我今天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弥补你们。我只要你消失在我面前，你要给我机会。你消失，有你消失在这里。今天不是你还有你妈，你要给你妈一个机会吧。就算不是为你，我要为你妈。我帮我妈说，我妈不需要你的这机会。你没有资格帮她说。他毕竟是你妈，因为他疯了二十几年，他疯了，他疯了，他不能讲话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太自私了，受不了。我那时候还必须要把我妈关在，用铁链锁在家里，你知道吗？是像狗一样对待。我在那个情境下，我当时真的是生不如死了，我已经濒临崩溃了，我也不好过啊，我甚至做过生意啊，生意也亏钱，上班上一上，公司也倒了。怪了，然后最后甚至不得已还做过苦工，做苦工还砸伤自己的脚，然后我感觉这段时间砸伤好啊，砸伤好啊，这十几年不好，你让我讲完，我这十几年让我感觉到好像我遭受了诅咒还报应，不砸死，砸死算了。你讲话不对，我毕竟是你爸爸，你要我爸，你要我爸，你要让我表白的机会，我两个月讲话，我以前都没有表白，你要让我表白，表白来，请表白来，请表白。我这些年来我过得不好，我真的好像受到诅咒一样。你活该啦，那是你活该啦，你活该啦，你怎么拿到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心态？好，我一直希望你好哎，你怎么有这种心？好，你继续说你的，这是你的报应，继续说你的。是我得到报应了，我承认我得到报应了，可是我还是爱你们的，所以我一直思念着你们，所以今天我会出现在这边，因为我一直在找你们，我从头到尾都在找你们。你希望怎么样？我希望我们能够团结。对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那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们能够团结，一辈子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不是因为你当医生我来找你，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。啊，你是看到我现在有钱呐、啊，这样想我不贪图这些，我只要一个地方吃睡，我就很高兴了。我只要能够好好照顾你妈，太晚了，我就很安心了。不好，可以吗？不要，给我个机会，好好照顾你妈吗？我希望她永远离开我妈的视线。你这样做就太残忍了。我长大的时候，我喜欢的女生是，我还有好几任女生，我遇到你。交了一个女生，我不敢带回家，因为带回家之后，她就说她是谁？她是我妈妈。哎，你妈妈是个小杂货，哎，你知道吗？马上把我一巴掌，哎，马上就说，她都说再见，永远都不要见到我。
你觉得我能怎样？所以你很希望说，我那时候都交不到女朋友，是，只要发现到我妈是疯子，那时候很想自杀，我那时候真的不想活了。千万不要这样做哦。但是我想到我妈还活着，是，我在忍下来，我还为了要照顾她，我忍下来，所以我才不会有这个念头。你在你那几年当中，我也不好过，我一样是过了痛苦的日子。我也承受了很多的痛苦，明明是你做的孽，你为什么要叫我来承担？我一样在承担这个暴力和痛苦和这个苦果。那是你活该啊！二十几年来，你一通电话、一封信，我找不到你，有没有？我找不到你，有没有？我找不到你，有没有？我当时找到你了，找不到我们，你根本就没有用心在找我们。我一直在找你们，否则我不会出现在这里。我一直在找你们，拜托你找我们，我为了让治好我妈。在那几年当中，你知道吗？在苦的日子里面，在那几年当中。我最惨的时候，我甚至拿着报纸睡在公园里面洗澡，拿公园的水洗澡。那你活该，你活该。你不能这样讲。我不能这样讲。你不能这样讲。你知道我死脸活得比他还痛苦。我因为一直挂念着你们母女，我真的我残废了还没关系，我心里一直在吊念着你们，我没办法正常工作。活该啊！那几年你可以了解我的痛苦吗？你感受不到。如果我不是医生，你不会来找我。我保证你，我是医生，你绝对不会来找我。我不是因为你医生，你这样讲就严重了。我不是因为医生，我今天来只是。希望能够有个赎罪的机会，好好照办你妈妈的下半辈子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你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对你的恨是永远无法抹灭的。你不认我做爸，我做牛做马也没有关系，我都没有关系。我干嘛做？我只要你给我个机会，你根本就禽兽不如。让我照顾，让我那个，让我陪着你妈。不要走完这下半生，远离你，远离我的视线，远离我妈的视线，永远出去消失。就算了，你是智障啊！我也会要你们的了，这样讲好了。就算你们两个都智障，我都要你们。哎，对啊，我是医生，到最后你才讲这句话，这样对吗？这样讲不公平啊！我不是因为你医生我回来的，主要就是为了你妈。疯子，你都不要了，你还要智障？那怎么可能？你知道吗？我为了妈做了多少？我现在已经老了。从小我知道妈这样，我努力去读书，早上去送牛奶、送报纸，下课之后我还去帮忙去麦当劳工作，下课的时候去麦当劳工作。是，只要有工作我就做。拜托邻居照顾妈妈，每天给邻居3000-4000块，你有吗？我为妈妈牺牲那么多，你有吗？好，所以你的目的就是希望最后到医学院里面，就是想要照顾妈妈的身体就对了。对，好，这一路走来这段时间里面，妈妈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，就对。对，这因为我在我的悉心照顾下，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好。我剩下的时间，我还陪妈妈去散步、聊天，她的病情越来越好。但是就是因为你的出现，她的病情越来越坏了。在那个状况，在你。处在那个状况下，你知道我当时还为过什么最惨的情况？我当时为了一个有多惨？有比我惨吗？我当时还为了20几年的青春，你呢？我当时都听一听哎，对你当时，我当时曾经还为了一个便当去坐牢，你能了解吗？为了便当，为了一个便当坐牢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当时很落魄潦倒嘛，那肚子饿啊。那看到一家餐厅上有后门开着，我就进去翻那个冰箱。你儿子在啦，正好有警察。你儿子为什么不赶快抓去？你要判死刑。我被关了，好，老师一直被关了两年，关了两年，一直关了两年呢、啊。就拿个便当关两年，对，这什么是什么社会啊？没有，因为之前他被偷了10万块，这家天被偷了，他认为是我偷的。当时因为抓到的是我。天呐，他就认定是我，所以你并没有偷那10万块，对，我没有偷10万块，对，就是报应，我承认报应啊，所以你也知道我也是在受苦啊。为什么才关10年而已？为什么不关无期徒刑？为什么不关死刑？那我就看不到。不要诅咒我了，我已经得到反正儿子已经气到不行了，爸爸也是一直在解释当中了。这可以听到这一段父子的一个之间的一个吼恨跟那种爱的存在。来，我会来考上医学院，我让所有的人跌破眼镜。是，我也我发誓。我要让所有的人报复所有人欺负我妈的人。那一段我被关的日子里哈，没有任何人来看我，因为亲朋好友都离弃我了。我在被关的当中，甚至于哦，在里面被人家欺负也没办法吭。哦，在里面那是你活该。在监狱里面那种情形，我真的很难描述。被人家欺负种种的，甚至你们听过在监狱里面等等。哎，那为什么要把你杀掉？应该把你杀掉才对啊！你为什么来在这里？讲完，你太过分了、啊。好，让你爸讲完。你有很多苦，我也有遭受很多苦。对，终于熬过那两年，熬过出来之后呢，碰到一个算命师，因为我觉得命真的很苦。是，一个算命师跟我讲什么？因为你的钱债未还，他说我的钱债未还，因为我一直纪念吊念着你妈妈，我心中一直没有忘记他，所以他一讲完，我马上恍然大悟，我马上还恩大悟。
我欠你妈，我就是欠你妈的。对啊，几十年后你再说恍然大悟，然后放着我们不管啊。所以我继续更努力的找，是为什么？所以我继续更努力的找，所以我今天会出现在这里。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拜托，好不容易妈妈的病情好起来了，你竟然出现了，那更加恶化。她出现了之后说你是我爸爸，说要原谅，叫我们原谅你，照顾要照顾我们，然后要跟我们团圆，那是怎么事情的、啊？分手擂台，结束这个痛苦好不好？我们结束这个痛苦。今天不要后往的风雨，要来接起来的生活，为什么要破坏了？为什么？给我们大家，你给我机会，能给你自己机会啊！不要给你机会，你要那么机会的，这辈子没有，下辈子没有。我毕竟是你爸爸，我毕竟是你爸爸。不是，我从来都没有爸爸，我是你的爸爸，你毕竟还是我儿子。分手擂台，要原谅，叫我们原谅你，照顾要照顾我们，然后要跟我们团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。所以妈妈现在看到爸爸是会有反应的，就对了。我妈看到他就有点非常的激动，看到他就攻击他。我妈现在也是像疯子一样四处跑，我现在连工作都必须要放下来照顾我妈。是，而且我妈恨他，恨得要命，恨得要死。看你没有听妈妈从口中讲过她恨爸爸。对，有没有说出一个句子，还是说一个故事，还是说妈妈有没有什么表现？有没有？有，妈妈出来之后，她会一直唱歌，唱他们以前的恋情歌。妈妈是唱哪一首？望春风。无夜无伴。每天都在唱，唱的时候还哭。你知道吗？哭的时候我心多痛啊！这表示他还爱着我，我也爱着他。你爱他，爱他就两年。不要这样讲，我心两年换了他，我也得到该得的报应了。那你干嘛还出现？你让他的病越来越严重，你知道吗？他恨你，他恨你一辈子。这一切是不得已的，我希望你能够体谅，这一切真的是不得已的。儿子啊，这一切真的是不得已的。你只会讲不得已，那我嘞？我已经尽力了。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嘞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们三辈的事情，为什么牵扯到我？我希望我们结束这个痛苦，好不好？我们结束这个痛苦。你不要碰我，因为这样一直在折磨下去，没有意义了嘛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结束这个痛苦。不要，你不要碰我，这魔鬼！不要，我们本来建立起来的生活，你为什么要破坏了？为什么？给我们大家，你给我机会，等给你自己机会啊！不要，不要给你机会，你要有那么机会的，这辈子没有，下辈子没有。我毕竟是你爸爸，我毕竟是你爸爸。不是，我从来都没有爸爸。你冷静，不要我，毕竟是你爸爸。不要我，我不是来乞讨给你乞讨可怜的，我是来赎罪的，为了你妈。我不要你赎罪，你太过分了。你毕竟怎么样还是我儿子。我没有，毕竟怎么样还是我儿子。我没有你这个爸爸。你毕竟还是我儿子。你干嘛打我？你有没有资格打我？你有这个打我吗？你毕竟是我儿子。你没有，你就是我爸爸。我爸怎么可以不要我这个爸爸？他是我老公。我没有这个爸爸，他是我老公。走，你走啊！我还是爱他。等他，走。我还是爱他。走，我还是爱他。你根本就不爱我妈。你等两年，你就是要陪着他。我就是要陪着他。我就是要陪着他。你要陪着他吗？要不然你交给我，把他交给我。不要，那是我妈。我妈交给你，哪天会把它丢掉？我会把它丢掉。丢掉，我今天来就是希望。二十几年前你就把它丢掉了，现在还是不会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。那时候情况不一样，现在的情况跟过去的情况不一样，那时候情况跟现在不一样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不要激动，不要这么激动，不要动手，对。不要激动，放好，让你不要激动。你看你妈疯了这个样子，都还是因为你，妈会这样吗？妈，再这样就没有。太阳了，太阳了，妈，别这样了，别这样，都还是因为你啦，妈这样，你们这样哦，来乖，你快，哥哥，儿子，儿子，等一下给你糖吃哦，你不要哭，乖，不是我，小李啦，妈。妈，我的儿子了，乖了，妈，你怎么乱跑啊？儿子，妈，乖，你是这样的，妈，都是你了，你看变成这样。我要吃糖，我要吃糖，哎，我给你糖糖，给你糖糖，乖乖好，坐在那里好不好？坐坐着好，坐着，妈妈，妈坐着，不要乱跑。
多半是因为你，你看变成这样。你爸已经老了，我现在看你这有这个成就，我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兴。而且我日夜，我不需要你高兴，我日夜为了，你知道你的自限，我日夜为了你。你看我他疯了，你们良心过得过吗？你下地狱啊！好好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你滚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要陪他，好不好？让我尽一点我该尽的责任，不要，好不好？他不叫你陪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状况，本来妈妈我们刚刚前面已经陪着儿子一起来，我们本来不希望他能够上台，结果他冲上台了。他刚刚还是很恨的那种心情，可能好像完全不知道你吗？妈，你有没有吃药？乖乖，乖乖，你别这样的、啊。你让妈妈坐沙发一下，让妈妈坐沙发一下。坐这里的，妈，来吧，坐这里，等下给你很多糖糖，回家给你糖糖哦，给你很多糖糖哦。不会了，坐了。好，是不是不要碰我妈？走。我没有恶意。你要不要先让妈妈先坐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妈妈先坐一下，好不好？来。坐一下哦，坐这里哦，乖，乖，等一下可以躺躺吃，等一下可以躺躺吃哦，乖，乖乖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等一下，你等我，我先，妈妈，你先，要不要坐一下这一节，好不？妈妈立在，你妈，坐着哈。好，乖，不要乱动啊。好，坐着。来，你，我是你囝的朋友，妈，你捌我无？唔捌吼。你是小李的朋友啦。哎，小李的朋友啊，小李家，小李上，伊啊，小李，我好亲啊，你说，唔是啦，这只唔是只猫熊啊，这唔是啦，我是小李啦。妈妈，你拜礼不？开人。哎，啊？你讲为什么？开人。你看，我爸就害他的。开人。在你想当中，他就是坏人。开人。不要靠近他。不要。我知道。走。我知道。我只想很诚心的跟你讲一句，我对不起你。可是我相信，我想对不起是不够的，所以我希望下辈子能让我赎罪。老婆，虽然你疯了，听不懂我讲什么，可是我还是想表达我的心意的。哦，我当时离开你是不得已的，我还是一样爱着你的。虽然你疯了，我到现在也没有娶啊，还是孤家寡人一个。你不用讲，我心中一直挂念的还是你们，还是你。骗谁？要骗谁？要讲不要骗谁？所以我今天会。一直找你，甚至回头还希望在下半辈子，我也希望陪着你一起走过。我已经心中也没有第二个女人了。妈，啊，伊安尼讲，你听有无？你听有无？听有无？啊，你伊是什么人？伊是什么人？开朗。开朗。不要妈，走开啦！不要激动。好啊，不要碰妈。不要激动嘛！想要我揍你。他现在情绪稳定，我碰他一下会怎么样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走啦！开朗，开朗。要让我走开，大家都要发出正邪咒怎么办？好，没关系。有时候我们不晓得，或许你一直觉得这样抗拒，不一定爸爸不一定可以换取你妈妈的精神状况更好，也不一定。美玉，让我好好照顾你好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真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太郎，太郎，美玉不要激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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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玉，不要激动，太郎，太郎，不要激动，美玉。嗯，对对，好，美玉，对，冷静一点，冷静点，好，冷静点，对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你还记不记得？冷静点，你还不记得？我先带你去阿里山玩，记不记得？阿里山，对，去看日出，记不记得？好美啊，我都记得，哎，对啊，那段相处日子美不美？我都没有忘记，是，所以哈，所以说让我们继续在一起，让我好好陪你，好不好？我还是爱着你的，我还是爱着你的，我还是爱着你的。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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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是爱着你的，拍了，拍了，我还是爱着你的，不要激动，我还是爱着你的，把它控制一下，把它控制一下，把它控制一下，我还是不要理他了，我还是爱你的，把它控制一下。我还是爱着你的，把它控制一下。不要激动。把它控制一下。不要激动。把它控制一下。啊！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制作单位大家看一下来。不要激动。不要激动。不要激动。好好好好好。好。来，儿子照顾妈妈一下，儿子照顾妈妈一下来。那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好，来，
爸是你。儿子啊，事情都已经到了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就让我好好下班陪着你妈妈，你可以好好专心做你的医生啊，这样不是很完美吗？我不要，也完整，至少你妈也会感觉比较舒服。我也希望她慢慢好。美玉，美玉，我回来了，你看看我们团圆了，我回来了。美玉，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哎，我回来了。美玉，不要难过。你听这条歌，有想到什么人无？有想到什么人无？福建龙哎。薄金龙哦，啊，迄薄金龙是，你敢有咧现场无？他认定一件事情，可能就是在他心目中，你应该不是很好的一个形象存在哦。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比较好？我觉得他疯了吧？虽然恨我，我觉得时间应该可以慢慢过去，我可以每天陪他一起啊，陪他玩啊，陪他散步啊。陪他到处走走啊！对你现在说，相信应该会改善，我相信应该会改善。可他内心深处的那个阴影，对，似乎还在。对，儿子照顾一下妈妈一下，照顾到妈妈一下。好，妈妈，你坐一下吼，你休困一下吼。啊，无别，哎个，哎呀，无别，无未过安怎吼？哦，你坐一下吼。啊，来，好，妈妈，你坐一下。好，如果你有。我们会请制作单位的这边的同仁哦，女生会照顾妈妈，没关系哈。来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爸爸说？你刚刚看到的这种情形，来，干嘛是因为你？干嘛是因为你？我妈才会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妈才会这样，已经这样子了吗？怎么这样子？已经这样子，对你造成的。我们就让他弥补吧，对你造成的。我们就让他弥补，你不要这样激动。干嘛是你？我妈才会这样，这算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你知道他哪天唱这首歌？给他一个机会，给我机会，好不好？你年轻还大有可为，都没有机会。你未来还大有可为，你给你妈一个机会，你给你妈和我一个机会，好了。不要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们都老了嘛，我陪他，我不会妨碍你任何事。不要，你走。你每天回家没有看到我也没有关系。你走。你每天回家，你每天回家没有看到我没关系。你当没有看到我没有关系。你不要激动，不要走，你这样子过分哦，不要走，你这样子过分，不要走。儿子，不要过分，不要激动，不要出手哦，不能出手。我妈过得白快好了，多半是因为她。不要全怪到我身上。是，这一切是你阿嬷开的端，她造成的。阿嬷，对，阿嬷。你又怪别人，哦，你又怪别人，我有证据。啊，好，去。儿子，给我。好，没关系。我哦，妈妈好。谢谢。哦，一杯赏你啊，一公斤一杯赏。有啊，有啊。哎，好的，给你儿子玩。好啊，你坐一下休困一下吼。好，妈。好，休困一下吼。派林去照顾一下。好，小坐一下吼，小坐一下吼。阿姨比较水的吼，阿公们赏你吼。好。好，刚刚忽然之间，我们听到我们志伟说，阿妈也有关系吗？对，除了你以外。对。阿妈是因为阻止的关系吗？存在。我知道，前面你讲说，因为他妈妈有阻止，所以让他。觉得说没有办法嫁给你，没有办法跟你相处，所以他精神状况。他不只是阻止，是，请说。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，会让你老婆发疯的，不只是因为你的，因为他思念你而发疯，其实还有另外阿嬷隐藏的另外一个秘密的问题。最主要的因素是你要说，还是阿嬷要说？阿嬷自己说是最好。阿嬷自己说最好，更能证明这件事实的真相哈。我希望他自己说。那我们一起来欢迎阿嬷来。阿嬷，阿嬷。哇，阿嬷可能不知道什么人，他叫什么？阿嬷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阿嬷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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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阿嬷，你是阿娇啊，因妈妈就对了。妈妈。是是。啊，阮头拄你头拄咧后边拢有听到嘛吼？啊，伊擦真厉害吼。啊，恁孙啊，未了解吼。即个恁算讲。这边叫，这叫做，这无路用的竞赛，无路用的竞赛，你们哪里讲？无路用的竞赛，无路用的竞赛。你骂我错，你骂我错，你们哪里讲？妈妈，你弄钱啊，弄是这个孩，弄是这个孩，你良心何在？把话讲，你讲。你到今天还死不承认，全部要推到我身上。对，
所有的矛头都在我身上，过去就像现在还是一样。你把我们害了这么惨，你还叫我承受什么？他买错胎了，一定要喝。好，不是，爹妈，知道一下。分手擂台，这无路用的竞赛，无路用的竞赛，你们哪里讲？无路用的竞赛，无路用的竞赛。你骂我错，你骂我错，你们哪里讲？你先啦，今天自己家疼害咩？哪里讲？你疼咩？你疼咩？我是尊重你，我是尊重你哦，你哪里讲？来，阿孙娘，我来你讲。你哪等下等下？来啊，孙女，我讲，阿妈咪你讲来。阿妈咪，跟前家拢是这里害，拢是这里害，你良心何在？你把话讲，你讲。你到今天还死不承认，全部要推到我身上。对。所有的矛头都在我身上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还是一样。你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你还叫我承认什么？所以，你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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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，我白讲，你家己讲。你做，你做。你先到位。你囡仔遐细汉，该等的，大人也该变安尼。你良心咯？那是已经知影的代志，讲大家无知影。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清楚，你讲啊，清楚。你讲，她怀了我的小孩，你硬要把她拿掉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为什么要跑掉？你把他放掉，豆子大起来要交给谁？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你慢慢讲。你说他怀的小孩，小孩在那一边呢，是这个小孩的之前，对，还没有结婚以前，对，他把那个小孩拿掉了。你跟阿玉两个人，对，还没有结婚，但是已经怀孕有，没错。你不要乱讲，我没有乱讲，没有这个事，不是怀他，是还有一个小孩，另外一个小孩，对，就是在恋爱的时候，对，怀孕了，没错。那个小孩阿嬷执意要他，没错，把他拿掉，对。你不要混淆了，不是怀他，是还有一个小孩。还有一个小孩，那你跑掉了，小孩要交给谁？交谁来养？你把他害了这样子，他怎么样？你现在不把那个小孩拿掉的话，不会造成他发神经。这个造成他发神经，都是你害的。开端都是你害的。你不要偷偷怪我身上。对，都是你害的。没有这个开端，不会造成我们那么可怜。你良心何在？你良心何在？你讲。你不要推到我身上，那你呢？怎么不推到你身上？你把他放在一个老家里面，就把他丢在那边，把他遗弃在那边，那你呢？那你可以问问你的孙子。我说你们乱跑，要叫谁来管？你也不管。不是，咱起码他买堕胎药，一定要喝。好，可是天哪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要瞒？阿妈，那你发誓，你发誓。我发誓，我敢对天发誓。对，你发誓。发誓什么？让他喝那个堕胎药。你一定要弄他那么难看。阿妈，咱讲真实的，当时当初伊两个恋爱的时阵，有两个有心无，你有叫伊讲，这个囡仔袂使留，一定要甲聊掉，有安尼无？无。你看你的心真够狠的。有啊。你一定要把所有的错都堆到我身上吗？对，都是你惨的那么惨啊，都是你害的。家破人亡已经那么惨，这个家庭变成这样子，都是你一个人造成的。你真的太狠了，你太狠了，所以你一定要逼着我叫出证人来。你不要乱说哈。我当时那两年，我跟他生活很惨。是。找遍了医生看这个病，然后我工作后也没有钱看病了，然后甚至于我想带着他们去死，可我没有这个勇气。那个产婆呢，真的看我蛮可怜的，因为他也知道我的精神压力很大，我濒临崩溃了，他可能是想要给我一点安慰，他就把一个不告人的秘密告诉我了。他说第一个小孩子是怎么掉的原因都讲得一清二楚，搞了半天就是他。你会编故事？我有编故事，我可以有证人。有产婆这个人吗？跟我们产婆不不，他不会承认的啦，他不会承认的啦。我可以马上打电话跟他讲。乱讲！我马上拨。好，你等着，是你逼我的，不要怪我。喂，产婆啊，是我啦，我是志伟啦。顶摆我拜托你迄代志哦，你搁记的吼，就是那个堕胎那件事情哦。你吼，唔通安尼乌白讲啊，阿婆。我吼、喔，迄阵是甲你讲啊，迄就是恁老母啦，逍遥的因老母啦，阿娇啦，真歹心哦，夭寿哦，就讲叫我摕迄啥物盘，迄漏体药啊，互伊食，啊哦、喔，看讲互伊食了会漏体无？吼、喔，是吼、喔，恁迄老母真夭寿呢，你敢知影？我安尼自从吼，安尼互伊食漏体啊，我家己嘛咧做运程，你唔通吼，再安尼甲我害啊！迄我无甲你讲到啥物吼，你唔通再来甲我治乌皮壳吼，上次卡来好不好？产婆，谢谢谢谢。大家听清楚了吧？好可怕的事实，听清楚了吧？哦，赖什么？你这样太恐怖了。还有赖什么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早就变告诉我。你到现在还不承认？你搞阮查囡害个那边？到现在还不承认？你搞阮查囡害个那边吗？你卖寡妇出了，卖阿妮了，卖寡妇出了，都是你阿妈造成的。卖寡妇都没有亲戚，你卖那转移焦点，你卖转移焦点，都被看你恭维，都被看你恭维了。你卖转移焦点，你也责任你也大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妈妈不介意，我讲，伊甲你放咧，啊你。
你甲你放的，阿妈，你这样不是，今天我是你甲你放的，你囡仔无法度，你今天是阿贵公还是贵公？你听妈妈讲，妈妈不得意，你唔好安尼怨叹我。我实在有影唔敢太咩啊！卖假啊，卖假啊！来啦，来啦！我被你害惨了，卖假啊！我不是说来求你一定要收留我这个可怜的老爸，我最后只是不想遗憾终生，因为我老了，我随时都有可能会走。分手擂台，我被你害惨了，卖假啊！丢，你相信谁拍狼？儿子，你相信谁呢？当然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阿妈，你听了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蒙你，怎么没有良心？他是我哥哥哎，他就抛弃哥哥，他已经抛弃了他，还是把生出来谁来养？谁来做？十只脚，对不对？阿妈，怎么没有良心？他已经对，他已经抛弃良心，你不能完全怪我，你怪你怪谁？你要怪他，怪谁？你要怪天津的坏人。三伯爷是不是你带阿舅阿去的？是不是用讲的？是啦，是这种没有良心，我不会养你们的，我不会养你们的。我娘阿妈了，走，阿妈了，我们不要理他们两个，走走，你不要过来，不想跟你讲。妈回家，我们至少可以原谅我一部分了吧？我承认我有错，现在是不是真相大白了，儿子？走，你已经看到了，对不对？阿妈也承认了，走，回家。走，放轻松。不要，不要过来，放轻松。不要，事情真相都已经大白了。什么真相大白？我先来的目的不是要干嘛？我希望把这个真相都清楚。妈妈。你不要碰我，你不要碰我，等一下已经大白了，你不要碰我，妈，妈，妈，不要，不要，阿妈，不要放手，你卖不要给啊，你卖不要给啊，你卖不要放给，我不要啊，你先等一下，哦，小友，家婆你的代志啊，志和单位来照顾一下，照顾阿舅啊，妈妈。家婆你的代志，阿妈，阿妈，来给先给打，你休息室休休困，然后你先坐坐，来照顾一下妈妈。好好好好，来，好，林姐，林姐，林姐，好，哦，乖乖乖，嘿，林姐，哦，那没那没，哦，无代志吼，无代志，无代志吼，哦，好，好好，好来，咱拢先休困者，好休困者，好，阿你个照顾者，好。先让他们休息一下，我希望我们那个汉礼跟我们的志伟哦，两位哦，来听听看我们的建议书。来，子荣，我们首先呢，给汉礼的呢，我们是就是从小受苦，长大懂事之后还要照顾妈妈哦，这方面我们只能够对汉礼说声你辛苦了。那么二十多年来的恨，要在一世之间要化解掉，的确需要时间。那么未来的日子里呢，我们希望如果将来有团圆的机会，是不是你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结果呢？给爸爸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新的希望。那么给志伟呢，我们这边要给他一个建议，就是照顾精神患者其实的确需要很大的心力。那么志伟口口声声的说照顾母亲是汉礼的责任，你自己身为他的丈夫，你何尝不是也有责任吗？那么大人种的因，却要小孩子接受这样痛苦的果，我觉得的确有点不太应该哦。对一个小孩子来讲，的确是真的很残忍。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弥补的话，我建议你一定要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，因为你必须要让汉礼跟美玉重新的信任你，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家庭才会有新的希望。那么阿嬷呢，我觉得以他已经铸成大错了，那如果真的有心想要弥补的话，我觉得未来都还是有机会的，大家一定要用心照顾美玉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是我们陪审团给大家的建议哦，其实说得非常清楚，也讲得非常的好哦。那先来听听看你爸爸对你的真情告白，如何将来能够照顾你的妈妈，来请说。今天来到这边的话，老爸只是想把这个整个事情说明白。啊，我知道你心中对我充满了恨，而且这个恨，我想也不是一下能够改的。可至少真相你了解了。啊，我不是说来求你一定要收留我这个可怜的老爸。我最后只是不想遗憾终生。
因为我老了，我随时都可能会走，对不对？我身体也不好，我随时可能会走。我只希望能够在最后余生陪陪你妈妈。我要的不多，对不对？有张床，有口饭吃就好了。我也没有什么荣华富贵，这跟我无干。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陪你妈妈。至于你恨我，我能体会，这不要全怪我。不是我愿意造成这样。不要全怪我。来，汉尼，听完爸爸说这一段话，你有什么话对他说？来，请说。虽然奶奶做了这件事情，但是要我原谅你，那是不可能，永远都不可能，一辈子都不可能。奶奶，你要知道，人生是有因果的。自作自受啊！哦，你马跨掉啊！这叫现世报了，知不？妈，走，我们回家吼，我们回家吼。奶奶，回家谈谈合理，你谈谈合理家吼，呀，回家。因果循环哦，因为造成的因才会结一个果哦。刚刚我们的志伟也讲说，这是现世报。有人说，因为地狱其实坏人太多了，或是一些罪恶的人太多，所以现在都是现世报。可今天我们看到这种状况，知道世间本来就这么的无奈，总会遇到这样的无奈，怎么样来解决问题？有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包容跟一份爱，才能够解决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呢？当然，最重要一定有问题，一定要懂得去面对问题，才能够解决问题。今天谢谢你收看我们的《分手擂台》。谢谢三位，谢谢，谢谢凡哥，辛苦了。